既然已经帮男人顶过一次包，你就不能长点记性，就不怕重蹈覆辙吗？啊！干什么？你和王思月的哥哥王居安待了一晚上，这是你在会所差点为爱鼓掌的男人，一边嚷嚷着还我卡，一边花着我的钱。你混蛋！那人家当妹妹，人家未必只把你当哥哥。 天宁哥是不是要向中人堂姐求婚啊？你觉得王居安这种段位的男人，会跟你谈真感情吗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成为你的星辰大海。如果我恋爱的目的是结婚，而你不是，那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呢？还是你觉得，我们根本就走不到那儿？